自己都不打野，谁帮你打野？爸，这泰坦真是好，是我都不给他打。我有四个手，兜兜兜，睁大眼睛，我要你看着。比如，快点推呀、啊，剩二。勾啊！剩二咋不打呢，老弟？剩二剩完就瞅着。你看看人家，中！你咋不 A 人呢？哎，要不我就不爱玩这 ADC。那辅助像个傻子似的，你跟他根本就配合不了，他也不上你，根本就杀不了人。我要玩辅助的话，那 ADC 不上，可能我们还能杀人，你知道吗？那辅助不上，实在是没个玩，太难玩了。杀呀！这上来你看看人家，定，给我挡一下 Q。兜，棒！补就别补，行不行？能不能不会补就别补那兵？真令难受。八七五来一个吧。黄蜂之力是八七五出，没有啊？你看人家的日女就会往上上，他都不会往上上。即便世界倾覆，这也不有事。住！一枪，两枪，咱又不会电刀吧？你就别给我电，我不用你给我电。哎呦哇、啊！甩尾，我有的时候我宁可玩辅助，我都不玩那 ADC。我跟你们说 ，ADC 这种英雄他没有自己就是能找机会的能力，他只能挨揍。点，点，点，把定，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兜。四枪，来，我给你一枪，定，一枪兜，两枪，哎呦我操，
完了，他有闪现，哎呀，狂妄了啊！他居然有闪现，我给忘了。第一波他没交吗？第一波日女没交大，没交闪现，这记忆力不行了。我必须拿出一切，观众们等着呢。我吃他皮。叫他站的比我的后边，我都不知道到底那日女指我怎么办。你干啥去啊？一枪，两枪，那咋不勾人？你勾他，对，你勾他，他奶奶的，你给我勾他来，一枪，两枪，兜加血，三枪，最后一枪，定，兜，漂亮，就这么完美，你就勾他呗，小破日女儿，老让他指我。皮一吃，这塔皮能吃掉不？可以，我差100块钱狂风之力。好勾，来一枪，定，一枪，两枪，没打到。我给你来一枪，掉，一枪，两枪，兜，最后来一枪，一枪，掉，两枪，兜，三枪，剑圣再见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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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兵有点多啊。你干啥呢？算了，压辣，登啥呢？那近放打放大招不就得有着 BGM 吗？我再来一个狂风之力，一发子弹
这黄蜂之力我都没除过这玩意儿了，不咋用。走呗。定一枪，好勾。两枪，三枪，最后来一枪，黄蜂之力。哎，有这么疼吗？我用黄蜂走一走，应该不用交闪现啊。翻身送了。艺术家即便死去，也将通过万物永存。存在即是痛苦。看看这小黄毛什么装备。没啥虚区啊，这小黄毛的装备。哎，给你撇个雷。凡人纠葛于线性的世界，于是他们心生欲望的意识，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。来一枪接定，放个雷。其实不用太害怕泰坦吧，如果能诱得住的话。哎，一枪，两枪，剑圣其实没啥太大用，定住就死。很明显的，日女旁边可能有人儿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枪毙。兜一枪加血，两枪，三枪闪现，再来一枪。定，剑圣，我日你仙也！咱俩没完。上啊，那小黄毛又没蓝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黄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四枪，撇雷，怎么跑那么快呢？枪，两枪，兜，三枪，你快跑吧！这 ADC 这种英雄也就是死了，没办法，尽力而为吧。我下件装备出点啥呢？你们觉得我出个火炮行不行？我觉得行，我来火炮吧。
这把我虚区环境不会太好。下路可以打啊，来，一枪决定，两枪，后边剑圣，哎呦操，这剑圣太恶心了，这剑圣。ADC 跟剑圣打简直是没一个打，哎呀可恶啊可恶啊，我不想玩 ADC。 那猴，哎那猴，你猴哥指定是有点病，我发现对面还有个积木，关键是这团战啪给我一个致盲，我还打个屁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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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他还指你，他是真不怕死，我发现不行你就杀那日女呗，这一个没杀了。哎呦我操，这猴，这猴给你玩的，出点啥治治这剑圣。我绝不能停，你出逃无效，一步之遥，打不死了，算了。正常俺们家控制这么多的情况，那剑圣其实不好发挥。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怎么那控制都没有呢，控哪去了，这都快走兄弟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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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我操了，我给你来一枪，哎你干哈呢潘森，能不能保护我一下，能不能保护我一下啊，
说这剑圣怎么整？这剑圣怎么盯着我砍？我操了！谁再让我玩的 ADC， 我是坚决不玩，太他妈膈应人了，真的玩的 ADC 太闹心了。我就玩个辅助都比那玩 ADC 舒服。谁到了？那这么多硬控还打成这个样子？那剑圣砍我啊！勾他！人头还给抢了，操了！大龙能不能打？那潘森下去干哈去了？你说？哎呦！你瞅瞅那俩人就追呀、啊！你说就追呀、啊！我这一顿吃技能啊！我天！我出点啥呢？我出个春哥吧。这两个人的虚虚环境就完全就不一样了。你还舔个屁脸搁那投降？我把你脸皮给你撕了，还敢投降？给我打下去！那日女儿是哎呀，我秒表没人，不过算了吧，要日女儿杀了就杀了吧。我可忘了我有钉了。没事儿，我来个春哥。连他罩都破不了吗？我看你还有没有风墙，乱用风墙。你这都干啥去了？家没了，那就泰坦一个人咋打呀？哎，那一刀怎么能砍那么多啊？我寻思我进泉水再摁钉啊，318，18，18。
不是我忘了，我寻思他最后一刀砍应该砍不了我那么多血，我寻思我正好让他砍一刀砍不死，我进泉水一个钉把他秀死。得了吧，下马吧，哎呀我操了，太他妈折磨人了，怎么就能给我就劈个下路呢？这 ADC 可千万是别玩，真的实在是玩不了。